嗨，你好，他完全不理我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先去交朋友啊？感觉那个是支线任务问一下好了，杜蒙说的关于女巫的故事是怎么回事？索萨女士表示非常惊讶，你居然把这件事情提及了。哦，我就知道你会问我这件事情的。帕斯特纳克，希望你在上校提起的时候没被吓到。一直以来，传闻公司里有一个女巫，我之前没告诉过你，因为我不想在你第一天上班就吓到你。但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，这个女巫存在其实已经很久了。拜托，你的经理，你一大堆血迹在地上，其实我是不能够理解这么多怪异的现象，然后他们还可以这么的认真上班。难道他们都眼盲吗？看不见那些血，看不见他的同事的尸体，什么都看不见吗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，好像一副无所，老神在在的样子？我现在能感觉到他的存在，但他离我非常非常的近。你把扫帚藏在哪里，索萨？他在说他是不是？说真的，人们总是说下层、下阶级更明显。好个下层阶级更迷信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去那边是不是？啊，往下就对了，管他的。哦，马龙女士，帕斯特纳克，你是个有血的人还是有肉的人？其实我都忘记那时候我配马龙是配什么声音的，我还是不要配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个有血的人，我一直在等到你。等着你到时候变成另一个人。我也是有血的人，马龙。闭嘴，白痴！再继续跟他讲话。我觉得他像女巫的几率好大哦。光鲜亮丽。你好，没事吧？我做不到，我是说不，很抱歉，不可能。哦，这边在自言自语。取一下水。30块，干面条，哎呦，爽哦！2颗电池，罗斯托福对吗？哦，你好，亲爱的，第一天上班怎么样？啊，本该好一些。在激励大会上，我看到你有点迷茫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很快就会到你的楼层。撇开僵尸不谈，你已经认识索萨和马比了，他们很亲密，而且只和对方交谈。我认为他们是一对夫妻，因为我不认为这种社会排斥程度是正常的。不管怎样，你已经认识索萨了。至于马比，是你想让我告诉你的，情况更糟。另外，你注意到他的脸。哦，那个女孩的皮肤有问题，可怜的家伙。然后我那只蜥蜴就来了，那个马龙。哦，那时候蜥蜴是那个女的，是不是？我猜她很想听你的话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叫做更甚？我这个翻译有点奇怪。你知道她曾经是我的朋友吗？好吧，我下次再告诉你，你尽量不要接近她。杜蒙上校也来了，你已经直接认识他了。他有伟大的理想，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职位，比我们职位更低。还有雨果吧？哦，雨果，他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。他是个流浪汉，一头猪，一个没有风度的恶作剧小鬼。啊，那关我电灯的那位啊，但他在公司待的时间最长。我来之前他就在那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他总是愿意帮助，也是最了解公司的人。来看看我睡不着觉，然后雨果就给了我一些药片，真是很有用。你的眼袋都肿成像沙包了，要不要来点安眠药？吃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。在你尝试那种药之前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睡眠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说到雨果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要在厨房的楼层举办一个惊喜派对。好好吧。也许我会顺路过来，到时候再看。怎么？他是你办公室的同事，你一定要去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得帮我们准备一切，不许逃跑，亲爱的，这是警告。
完了，我怎么感觉好像莫名其妙被要求做这些有的没的？哦，然后像这种马龙有没有？就是那种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，用自己的肉身吸引一些猪哥，然后去帮他做事啊？你们办公室有没有这种人？后面很缺补品哦，去一楼合成。我想先去四楼哎。哎呦，哎，这不是凯特吗？呜呼，凯特很兴奋。那不是凯特吗？我在大厅见到的那个女孩。嗨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我还记得她上次很凶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乱糟糟的这里。为什么会有人在地上爬、啊？哇，我已经没有钱了。我休息了一下，其实就是去哭了一回。每50分钟哭一场，对身体很好。压力好，哇操，压力很大哦。啊，这个牌那么长是怎样？没有东西可以捡。哈哈，凶呢哦！我快死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先去合成咖啡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那靠下去我就往生了。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！靠腰，好像是一楼吧。对，没错，这里给我一点特浓咖啡，谢谢。圣灵园的样子，金币在右下角。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金币，金币，哦，这边啊、哦，在这里啊，被我花光啦！哎呀，一个不注意就被我花光光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去我们的四楼。主要是还有人还在地上爬，不然那些人在干嘛？他们压力大到在地上当狗爬、欸，超屌的。还好不会咬人。什么？荧幕上有一条留言，我为你带来安宁，我为你带来爱，为你带来友谊，为你带来带领瑜伽。他们在练瑜伽是不是？还有人直接挂在这里、欸。辛特拉公司世界第一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耶、yeah, ！银本，银本，哇！这边公司的气氛很不好哦，非常之不好哎、欸，完全都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，是什么？强效镇定，哇！我们没有墨水，没有墨水就意味着我们没办法在这边存档。嗯，哎呦，黑人大哥，你好。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啊！我们正受到监视啊！抱歉，我们认识吗？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，晚些时候我们会因为评估的事情来找你。在那之前，请装装样子。哦，好吧，就照做，照做。哎、欸，地上那个，这可不可以按啊？也、欸、可以，30块钱。凯特，你好。你好，早上好。很高兴见到你朋友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，我们在大厅见过面。啊，我当然记得你了，布莱恩。那封信的事情，一切都还顺利吗？既然我看到你在这里，应该是挺顺利的吧？是的，差不多吧。我在五楼工作。你说什么？啊 ？What？ 五楼？嗯？布莱恩，恭喜你啊！但是你为什么不高兴地跳跳啊？凯特没有这么沙哑吧？我忘记他，我忘记第一集我配他什么音了。哇，真羡慕你啊！
凯特应该是这层楼的最正常的人，还有下面刚刚那个不知道什么样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黑人哥啊，搞不好是漫威的黑豹也说不定。嗯，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啦，说实话有点。你没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事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见过这里有什么危险的东西或是奇怪的生物吗？啊，那个啊，是啊，我总是能看到奇怪的东西。起初我也对这种特殊的气氛感到惊讶，但是布莱恩，我们是新来的，在这个水准上，我们的专业工作比较难驾驭也是正常的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。哇，他们居然把这种东西视为正常现象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想是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。厅长，我已经掌握窍门了，要我把这秘密告诉你吗？哦，当然。当我看到是觉得附近有一个危险的生物时，看，要骂人是不是？看，很简单吧，躲在桌子下面就行了。哇，好聪明啊，我们的主角跟笨蛋一样。在这里，他们几乎看不到你。等过了一回，危险消失了，然后继续工作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我觉得一般的人遇到怪物，连工作都不想做了，直接逃了吧。我没有想过，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起来。这主角真的是爬带的呢。当然啦，如果你附近没有桌子，也可以躲进其中一个柜子。哦，我们这次这时候柜子终于有用了。原来凯特是来教我求生指南的。看，哦，躲进去了。简单啦，我现在已经不见了。哈哈，看起来你已经驾轻就熟了。这是白痴吗？挺久的超像西普森的老婆。啊，好像哦。啊，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有点奇怪，但在商学院，他们总是告诉我们必须积极主动。另外，如果我们放弃了第一份工作，下一份工作可能就不会受到重视。你会明白的，布莱恩。一旦我们习惯公司的流程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然后连那个河马都出现了，好不好？顺便问一下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？哦，那是杜蒙上校，一个骑马的古怪家伙。他让我必须来四楼交朋友呢。我想也许你，哦，啊哈，休息结束，我得重新召集市场全部的人。哦，市场部啦。但是我的工作还没结束呢，我还有30,000份银本要做，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？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效劳。你说什么？但你不是告诉我你是来办事情的吗？别担心，我有空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啊，好烦哦。老头，你要不要找小光学会赢？我才不想呢，没有兴趣。那个，你看，这是市场部。原来他的市场部在学狗爬，不过他们为什么四肢着地呢？我认为可能是最近流行在工作时练瑜伽吧。这看起来像瑜伽。四名员工失踪，他们一定分散在这一层。嗯，他们不会危险嘛，对吗？他们通常是无害的，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，他们就会发脾气。我建议你找一些好的口号，用他们来说服他们。但记住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品味。当你说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带到了这里来。我要就是用话术。哎呦，突然拿手电筒为我突然拔枪嘞，不知道杀谁啊？哦，咖啡粉。啊，美姿。哎，安安，李新宇，安安你好。我们去找啊，是下面那个在爬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找那爬的谈话。
哎呀，疼死了！拜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嗨，你好，医生怎么说？他说，让饮食成为最好的药物，就是让你吃得更好，对吗？不，他让我吃这些代替吃药。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人懂英文的？那是 make you die 吗？ You best 什么东西？ May Dan Duncan 什么东西？我要吃这个药会死人吧？哦，他这边有下面有翻译的，是不是？让饮食成为最好的药物，他是直接就这样直翻出来啊？那他还是药啊？他还是药啊？上面写的可能是毒药，难怪这层楼全部都像嗑药，不许吧？安眠药哦，原来如此。给他们吃安眠药干嘛？哇！哦哦哦，这个有毒，不能靠近。我、哦、靠！要吓我一跳，凶三小。我要怎么过去那个地方啊？怎么看那里都过不去啊！见鬼了！哎、欸，这个黑人哎、欸，两颗电池，没有出去的路。让你的饮食成为最好的药物。哎，他不喜欢听这个吗？哈哈哈！他已经变成疯狗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再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了。狂犬病，凶三小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看，做什么都不行，撞死你算了，好不好？一张海报上面写着：进入辛特拉公司后，值得庆幸的地方。完全不想看，没兴趣。刚有人说可以用爬的，哪里啊？哪里可以用爬的、啊？被老头新发型帅到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哦。什么东西啊？公社小册子《团结自由》上面还有一个钩子，我会记住这段话的。哦，我记住了这段话了。哎呦，神秘录影带上面写的血迹，我们可以再拿去播录影带面播看看这样子。啊，这个嘞？啊，从那边爬。哦。So this， 哎、欸，不是哦，这里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快离开！哇，这里这里，嘿嘿，水哦，我来了，异国风情。夏威夷、猛犸是两个天堂，团结自由。哎、欸哦，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还没。哇，我要怎么让他们？啊，他看了这些夏威夷就是异国风情的图，我是不是要跟他谈论所谓出国的东西？是不是？可是我还是做这三个选择啊！啊，我一定是还有其他东西没有调查到，所以说我没有相关的选项可以选择。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先去上面那一只好了啦，那个应该是团结自由吧。你在爱心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再恶心一点没有关系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
来 ，Lucky 来，嘿 ，Lucky 乖 ，Lucky 乖，嘿，我牵狗嘞，看一下有没有纸，就这个边就做这样子而已哦。特殊 play， 继续加班一个礼拜的状态，对，精神分裂，会不会是这个？旅游杂志。当你喜欢你的工作时，每天都是假期。有了，那个女的，就是要这句话才可以成功的驯服她。原来是恋爱养成游戏啊！我终于懂了。情爱纯爱手札，是不是？来跟着我学狗爬，我们可以去 play 了。来跟着我 play 一下。他们最近只雇用乡下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搞不懂几只山羊有什么好宠的，走到哪都到哪。萧山小，霸凌是不是？欸，这边有一个定着蓝色电脑，也蛮好奇的。他似乎记忆力都集中在电脑屏幕上面，他不想理我这样子。哎呦，不要打我。好，这边。人狗有了吧？哦，还有两个哦。我刚以为在加原地两个四个嘞，好吧。我们看在地上爬的还有谁？我们找在地上爬就好了。对啊，这边过不去啊。这里嘞，嗯，巫术纸，糖果，我刚刚看你的直播就滑倒了，小心一点啊！小心点儿啊！注意看路。哦，是不是那两个啊？哎，那边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。小三小，我看一下这是干嘛的？哎，多西先生，你不需要我的线，山羊给我滚出去！我每个都只会配这个，你们觉得这有点像阿拉丁？好吃好吃，团结自由。哎呦，猜错了猜错了，凶三小，哇哇哇哇，哪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。那这样我还差一只啊。欸，有墨水盒了，我可以存档了。呜，哪里鬼？好，亚麻伊，亚麻，亚麻，亚麻。插死你啊！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选项。他这样子说好吃，我觉得应该跟吃的有关吧。饮食，所以，那边那个，谢谢你帮我把山羊搞定。他想把所有的电线都咬掉了。不客气，我的名字叫帕斯特纳克，你可以叫我多西，是资讯科技部的。哦，所以你忙着修电脑？不是，我正在拆卸这些电脑，把他们还完好的部分拆卸下来。但是已经晚了，我必须在点阵醒来之前打开点阵。点阵，没错，点阵，你是新来的？没错，我今天刚入职。哦，那么你最好还是赶紧在这里和人熟络起来，这是给你最好的见面礼。哎呦，罗赖吧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。我在三楼的工作坊，如果你晚点过来，也许我可以给你看一些超级酷的东西。冷静火计，哈哈，比个耶这样子，怪怪的人。哎呦，我有罗赖吧嘞，罗赖吧可以用在哪里啊？
好啊，都这样没有关系。我终于要死掉了，我真的要死掉了。他死了，有一个公司包，使用密码锁着。从我在荧幕上看到情况来看，这名员工正在给一位源头室发消息，但我看不到内容。吃电脑吃到发疯，哦，算了，慢慢来。我可以爬进去。荧幕上面写我恨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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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恨你。好，我要死了。哟，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那个微波炉之类的。看来只好喝点水了，这样好一点。我先去存个档。老罗，这是自虐游戏吗？不是欸，这个游戏我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欸。总之，我们先存档吧。又拍了一张自拍照。我知道那区去哪兒找，没关系啊，我慢慢找。一定是在这附近吧？我觉得。也不是这个。赶快死了！刚刚那个盯着荧幕的那位先生不见了。上面写着：“我已经从我的白痴伙伴那里拿走了这本书，过会儿。”来这里，把书藏到你的书桌里面，东西就是啊，981是不是？可以哦。尸体在哪里？上面981，把你的愤怒压下去，哪怕是假装。好的，把你的愤怒压下去。小废物，跟着我走。是呀，为什么那些人在地板上爬来爬去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有点难以解释这个情形是什么，不好解释，不好解释。啊，大家要不要过来？啊，过来了。爬，好，结束了，终于。好了，四个人都带齐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布莱恩，发生了一点状况，一个已经在里面行销，刚刚逃走了。我要抓住他，但太迟了。他进了人力资源部，就是那个角落的门。啊！我要过去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可怜的人厌倦了市场行销和标语，总是想要去那里找一份新的工作。没问题，我去看看。谢谢你，布莱恩。啊，要小心！人力资源部的女生有点无理。但如果你还记得我告诉你的小把戏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女人有点无理，再对我无理一点，拜托。里面一个有狼灵魂的人，进不去哦，那就堆箱子啊。刚好我有这个
箱子对一下。哎，不是这样子啊。先爬到书架上面，再爬到那里，上去。你在做什么？那个瑜伽，你看来很清楚嘛，布莱恩。经常在办公室坐板凳的人，确实需要健身。在那边。爬果冻，哦，开始左右了。哦，下来了。哎呦，这边又一个。喂，等等你啊！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。我听说他们朝你吐口水时，你得张开嘴，真的吗？什么东西啊？霸凌啊！恶心！谁进来了？靠近嘛，靠近些。完了，感觉有追逐战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超级马里奥的火焰花。白痴吗？哎，非常安。哟，我是不是剪头发了？哦，对啊，我去剪头发啦。我会不会死啊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没事哎、欸，水哦，获得两颗电池。越射越快是怎样？哇，这是被吐死的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刚刚跑过去了，哦，我已经左上角已经看到那个，夸张。先上来看一下，哇，而且我那边有人裸体啊。裸体大哥，让我们欢迎他，姑娘们。一张嘴，哇，What the fuck？ 我要死啦！啊，我这样有办法躲、哦。欸，居然可以欸，太神了。空的乳酪片，我觉得应该不止一个，这边应该很多个大嘴女。欸，裸体先生，我不知道，也许你好，有什么事情不顺心吗？你知道有关简历的事情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你帮不了我，等你查到一些事情再回来找我。没有想要帮你的意思啊！哎，卖照啊 ？What？ 那是什么？哇！欢迎猎人，走近些，我一直在这里等你。哇，那些啊，为什么女生要穿内衣呢？你想让我亲你吗？怎么了？你没有被亲过吗？我要把你变成男人。这不就是你来的目的吗？那东西让我感觉很不好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我要找到那个银行员，好好离开这里。我直接往右边走了。我明白了，你都不想和我说话，你是害羞还是害怕我呢？现在公司都喜欢雇懦夫做猎人。好，刺激大法，我又走回去了。男主角真好操弄。你就是女巫吗？哎呦，我只是一个想帮助你的朋友。什么要帮助？我有一线的线索，一条有关他的线索。你不相信我？看啊，快看啊，看什么？哎呀，恶心，走开！哦，居然是
这是关于女巫身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就靠近一点。完了，冲上去！我就知道是个陷阱。给这只狗，给这只狗。原来是这样子哦，啊！来来来 ，Lucky 来！哎呦，这个很可以哦，谢谢。Yo， 我要把它吐出来了。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吗？获得了照片，哎呦，这张照片一定很重要。左边这个一定是女巫，而且有带妖耳朵，狐，女狐。然后中间这应该是哪吒。你有没有看过10000000个冷笑话？10万个冷笑话吧。爹地讨厌爹地。这人会是谁呢？最好把东西带给辛特拉去问问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必须去把那个行销女郎还回去。啊，行销女郎在这里。想走就走，猎人，回到那个女孩傻女孩身边，把你的奖杯送给她。我保证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我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吻。哇，有劳了，护送她出去。紧走、哦。还好有后门可以走。哦，他们全部都，蒙呆呆，好逃出来了。哦，终于出来了，但愿那东西不要再到这里来了。交给他，凯特。都好了，这是最后的了。非常感谢布莱恩，拜托了搭档，你愿意再回来吗？他会愿意再回来了，把这些部下都当狗了吗？哦，布莱恩，我真是亏欠你太多了，没有你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啊，我都忘记佩拉的声音了，也没什么啦，别担心，你好歹教了我如何躲开那些怪物。啊，真是个大傻瓜，那才没什么大不了的呢。你帮我，我也帮你，挺公平的。你在这层楼干什么？你跟我说过马的事情，对吗？啊，对，其实是胡说八道罢了。激励专家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说说看吧，我想帮你。我被要求到这层楼交一个朋友，所以我想也许……啊，门开了，那个女……哎呦，还真的来了。找到那个猎人，别让他带着这个照片离开这里。啊、快跑快跑快跑！哦不，快躲起来！别人告诉我，他们总是在月底离开办公室，现在明明还是月初。你的同事都长这样子，你会不会吓死啊？嘴巴很大这样。看起来他们已经走了。我想我最好回办公室去。我必须把一些重要的东西给一些同事，好，给一个同事。好吧，我在这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以后我请你喝咖啡。毕竟是你帮我做了这么多。好，晚点见，耶、yeah。欸，不是吧？我听到那些脚步声。哦，干，哦干。哇，回去的路途这么的坎坷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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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哦，你来，居然太慢啦！电梯会关门吗？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干！妈，差一点！我们好像是5楼吗？
差点进去灵骨塔。我们回去找他。嗯？为什么？嗯？哦，原来我进错门了。好哦。煮点咖啡，多煮一点。睡觉了，晚安。之狼心魔，我可以先存个档。嗯，又换了，是不是？辛特拉又消失，究竟会在哪里？一定在左边嘛，还可以开手电筒。换个地方了。嗯，没有哎、欸。哦，看到了，这边有个通道。哦，这里这么酷哦，辛特拉。嗨，布莱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不知道辛特拉有这样一个地方。这个是这是一个数字图书馆，公司拥有超过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千万份的藏书。我喜欢把业余时间花在扫描和解析之资料上。我刚才正在分析你之前带来的巫术之锤。哦，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书，你知道吗？为了结束与魔鬼的交易，女巫必须喝他的血。谁啊？说起这个，我猜我找到线索了。你把照片拿给辛特拉看，你是从哪里拿这个东西的？哦，很惊讶有没有？我去了四楼的人力资源部，墙上有一个大嘴巴，他说他是我的朋友，想帮我找到那个女巫。什么？你告诉他你是个猎人？不，我什么都没告诉他，他都已经知道了。我不知道怎么用言语来表达，但我觉得自己在和女巫说话，她身上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寒意。还有连时间都分析照片中。爹地爹地，你知道他们吗？辛特拉家族。所以这个小女孩死掉变成辛特拉 AI。我在看哪里啊？摄影机在这里啊。哈哈哈，为什么我要看上面呢？看到鬼啊。啊你们很像啊。然后刚刚有去找到说那个有个小女孩丧礼嘛，那就是她死掉啊，然后被做成机器人，是不是？啊，玩到哪里迟到了？算是玩到了，拿到了一张照片这样子。辛特拉公司是由诺昂·辛特拉于1951年创建的，照片里面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他的妻子秀影。和女儿雷伊·辛特拉，就是他。啊，旁边那是谁？你和他有点像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根据公司记录，雷伊·辛特拉死于11岁，家里的人都很难过。当我被创造出来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是纪念而已啦，长得像啊。那么焦黑的部分是谁？根据他的身高和穿着，他可能是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，但我敢肯定这一家人已经没有后代了。嗯，这个一看看有耳朵欸，有耳朵欸，这绝对不是人类啊。也许他是雷伊的朋友，但从这张照片看不出来他是谁。你觉得和家里的某个人谈谈会有帮助吗？家人哦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但恐怕已经没有人活着了。辛特拉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死于1983年。谁？好吧，我想我可以放松一点了，去自助餐厅找找其他线索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女巫要给你这张照片？其实也不算是她给我的，她拿这张照片当做一个陷阱，让我接近她，并以此来攻击我。我设法骗了她，拿到了照片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另一个陷阱，但同时这也是我们最好的线索。要变了哦，布莱恩，你需要了解辛特拉家族的情况。我们要查明另一个女孩是谁，但是要怎么做？你刚才说他们都死了，
辛特拉家族的遗物都存在八楼，到那边看看你能做什么。意思是说我会去调查。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布莱恩。但我注意到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你告诉我去了人力资源部了是吗？你在那里做了什么？我在帮一个朋友，一个在蜂巢干活的同事。他是你女朋友吗？什么？你惊讶干什么？他不是我女朋友，他叫凯特。他是我上班时在大厅遇到的同事，今天是他第一天工作。惊讶个三小，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。不，我什么都没告诉他，我没告诉任何人，好吗？辛特拉家族，去八楼找到女巫。好，这没什么好讲的。我想要先去一楼，先去一楼看一下吧。蜂巢，我要去蜂巢执行杜蒙的任务了。哦，我去了蜂巢执行杜蒙的任务了，那就对了，你交到了朋友了，白萝卜。并没有。你没经过人力资源部吗？哦，没错，哦，没错，确实是经过那里的。哦，是吗？你为什么会对这感兴趣？你告诉我，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人力资源是改变升职的最佳场所。从你的脸上的表情来看，我想他已经没听到你说的，对吧？你有告诉他们自己是这间办公室的人吗？没有。好吧，谢弟谢弟，我总是打电话骂他们，哈哈，现在他们很讨厌我，哈哈哈。妈的，八加九。有女朋友的标准反应。对啊，为什么要这么惊讶呢？那就是代表说，我们的男主角对凯特有意思，所以说反应才会这么过度，对不对？先休息了，明天要统测，辛苦了。你好，结果索萨女士还是不想理我，我好难过，排挤，到底是排挤什么？我要先去餐饮部了，不管了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二楼那边有一群人，然后还有一个人拿着箱子。哎呦，是查普曼先生哎！救命！救命！你们都疯了！开个灯，哇，超多人了！对。你是在寻求帮助吗？什么？我求你，火鸡，求你了！你怎么不出去翻垃圾呢？我正在努力集中精神工作呢。工作？可是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不关你的事。你们都不在不停的走动啊！但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。你当然不明白，你的脑袋压根就是发育不全的。再说了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这里明明不是我该来的地方。很快我就会到了窗景的顶楼，比任何人都高了。你知道我属于哪个家族吗？家族查普曼，不是吗？你怎么敢这么直接地说出我的名为？该死啊！该死！如果我父亲现在看到我，如果你不想在这里，为什么不换楼层呢？啊，换楼层。多么有创意的想法，但是我要怎么才能做到呢？电梯就在隔壁啊！你看那个，讲完这句话之后，查普曼的表情。电梯就在隔壁啊，然后那个呢？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浩浩的感觉？你们知道浩浩是谁吗？好像浩浩。你把我当白痴吗？我当然知道那台该死的电梯就在隔壁，你以为我没看见？你真的没看见啊？还靠背，我把它按掉了。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玩那个愚蠢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这是一种扯淡的测试，如果你成功了，你的徽章就会自动升级。我还没试过，你还没试过，我？是的，不，只是我不太明白规则。你知道他们怎么说？一个商人从不参加游戏。如果不知道规则的话，兵法，孙子，龚大小，好吧，祝你比赛顺利。
噔噔，停着，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你可以帮我。好吧，你终于记得我的名字了。伙计，别这样子，我敢肯定，在你出生的乡下，你早就习惯了玩这种穷人的游戏。你说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当然，不过如果你能给我一千色值分的话，哦，我觉得还是直接帮他一下好了。虽然你一个人你来自一个悲惨的阶级，但是你已经争取到了某些不可估量的价值，我的尊敬。我要做什么？按下门边的按钮，当他们问你是谁时，你必须说出我的名字，这样就能进入了游戏房间了。这个啊，是。哎，这边会不会有分支剧情啊？我说害死他这样子，我可不可以弄他？我可不可以弄他一下好不好？这么自以为的人，我们就直接就叫他说我是布莱恩·帕斯特纳克。哦，抱歉，靠腰，好吧。哎呀，是什么 ？What？测试马上开始。规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全自动系统，只有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通过了测试者，或是没有通过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如果你离开队伍超过三秒，你将被取消资格。不能碰到，是不是？我根本搞不懂啊！突然想，走哪里啊？是不能被摸到吗？有啊，我摸了啊，不理我啊！我要按一啊，白痴哦，你没说要按一，谁知道啊？想说是身体去碰它就好了。啊，干，好痛！这边有一个。那个太里面了吧？有，这个不是。嗯，按到了，三个了，啊，总共按几个？四个，五个，测试结束，成功了！哇，第三楼员工，作弊者，闭嘴！你们这些嫉妒的混蛋！再见了，朋友，我要去三楼了，不可能会比这里更糟了。八七，不是啊，啊，我帮他到了三楼之后有什么帮助吗？没写。哎，等等，我也来。看，帮他还这样子，完全被利用了。噔噔，这什么？空烟盒，这个盒子的条码似乎占据了整个合体。查看，我们干嘛？去三楼找他一下好了。哦，这家伙的就在这里欸。是的，把它放那了。什么？你好，怎么了，伙计？我来看看你在这里干嘛？你在公司闲逛是吗？这个嘛，欢迎来到电子垃圾天堂，伙计。在这里，我们什么都会修一些。我也喜欢收集一些元件来改造一些东西或是实验。不过这是个秘密。
尼格隆工作没人帮你吗？是的，我们以前还有更多人，但在这期间与工作有关的事故每天在发生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就是死掉，被炸死这样子。实际上我也没有太多工作要做，在这里人们无法分辨一台开机的电脑和一台关机的电脑。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，没人来说过一句闲话，所以我觉得这里完全就是会归我管了，莫名其妙就归你管了。这家公司一团糟，真搞不懂怎么能维持下来的。我有个理论会让你发疯的，想听听吗？当然，首先要把那个老巫婆顶到头上。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随时听随便信童话故事了。听着，这很简单。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台机器，让公司运作起来的是员工，仅此而已。你明白吗？比方说，想象一下，公司是你家里的印表机，一天它会把两张纸放在一起，另一天它会把一些资料错印在你身上，第二天。他会吞下纸张，把你发送给他列印的档案混合起来。你哪知道那该死的东西坏了或者什么的？打电话给你的哥们多西，让他帮你搞定，是不是很棒？但是如果这里压根没人管事的话呢？如果这里只有一台印表机呢？谁会说它坏了？他们照常在工作，照常在吞纸，照常打字。虽然打出来的东西有点奇怪，但是确实在运作。这就是这家公司的情况，它坏了，但同时还在工作。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好吧，在你陷入沉思的时候，我们直接了当一点。我不仅是一个哲学家和修理工，还卖一些东西。我卖什么？钢铁人。啊，卖电池。原来是商店啊，墨水。这个神奇的发明是一种艺术的技术，以塑胶管的形式融合在一起，伟大发明，可以持续照明好几个小时。你可以把它拿在手上，放在地板，然后再拿起来。电池用完之后会非常有用，125块钱。不过既然你是新来的，我就送你3根。哎呦，真爽！荧光棒就荧光棒，什么最高技术？你在骗谁啊？你经常逛这个大楼的？你经常在这栋大楼闲逛吗？是我经常逛。你是去散步还是到处翻抽屉啊？都有吧。棒极了，那或许你能帮我。这么说吧，除了在这里能看到的，我还处理一些其他事情。我想修理一个小宝贝，为此我都快抓狂了，整栋大楼都找不到我要的东西。如果你能替我找到一些碎片，我会给你很好的报酬。还有什么？红色的电镀元件，如果你能替我找回一块，我可以给你一些很棒的东西。没事的朋友，如果你找到，知道给谁就行了。点阵是什么？这说来话长，简而言之，它就是点阵立表机。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，你有了解过辛特拉公司的历史吗？没多少，人们都忘记了，但这家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家领先的科技公司。之后才开始管理的演算资料，在那个年代，六号工厂到处都是类似的项目，多功能电脑、影印机、影印机、印表机机器人，甚至是记忆扫描器。这群人用各式各样的东西做实验，但是尽管他们注册了一些原型，却从来没应用到任何地方。总而言之，在我看来，点阵不过就是一个出错的辛特拉公司的实验。有传言说，起因是一个科学家的手被他的针头夹住了，然后结果你应该也知道的，被点阵了。你知道有什么技巧可以躲开他们吗？那些东西几乎是瞎的，但是他们能感觉到你的声音。除非千万不要跑步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爬的东西喜欢墨水，别忘了随身携带一些墨水盒。墨水盒。如果点阵抓到你了，那么就给他一盒墨水盒，他们就会放你走一段时间。他在告诉我怎么躲避新的敌人。哦，和麦片盒有关系？麦片盒，这个麦片盒上面也有条码。如果我们这样对着他使用麦片会怎样？
没反应。香烟拿去送你，没有用。巫术纸，我自己感觉不错，但千万别靠近那扇门。哇，嗯，为什么走到这里 B 卷就没了？感觉不太妙。吐司面包。